咱们今天做一丸子，蔬菜的丸子，这个是蒿子杆，蒿子杆。你看，你看看这个，它用简单的食材，其实越是简单的食材，越不简单，越不简单。咱们水里加盐，你看什么意思？加盐了，入底味儿，而且炒出来更绿了。呵，嘿，加上你替，本来是问网友的，你替网友说，替网友说了。他们这徒弟不傻，不傻，他也是捧哏的，捧哏的。你看啊，咱们这菜看见没有？搁完盐以后，嘿，你看看它翠绿翠绿了。进去一打火，哎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就可以出锅了，不要太烂，一点油都没加啊，网友们啊，加油也是为了绿的。对，迅速的冲凉。对，哎，看没有？嘿，挤干了，哎，起锅了，接成锅，对。不要剁，千万不要剁，对就行了啊！不用蒜，豆腐，哎，你看吧，这个看没有？一碾，对，带皮碾啊，咱们在家不浪费啊。对，豆腐呢不要太碎，对，知道吧？对，像它嚼的有点颗粒感。对，哎，什么东西讲究口感，一清一白。对，哎，绿色是传承，对，白色是做人，对，做人清清白白，对，是吧？哦，你看，哎呦，这理解可以，对，鸡蛋，鸡蛋。加上一个蛋，哎，蛋代表什么？小贵，你知道吗？不断的进行孵化，淀粉，哎，不断的进行孵化，面粉，面粉，咱们这东西不能放葱，哎，因为它已经有那个汤子、麻子香气了，夺夺它的夺它的味儿，是吧？姜呢，尽量切，哎，你看没有？接着切，切成米，对，过去山东菜啊，就是对于小小料这个，对，是最讲究的，眉毛葱、豆瓣葱，你怎么都知道？看没有，盐可以，哎，一勺，一勺，胡椒粉，胡椒粉，少许，嘿，也不少啊，香油，香油，香油，料酒够不？香油可以大点啊，为什么不够料酒？我再调一调你，夺它本身的味道啊，不对啊，上色太快哦，容易变色啊，对对，大叔不绿了，哎哎，又学一招啊，炸的丸子炸出来一律不要放葱和黄酒，葱容易糊，对，黄酒。小黄酒容易上色，它连绿色丸子它不需要，对对对对，它不是干炸丸子，对，咱油温差不多了，花椒面没关系，对，油温用酱酱吗？花椒面，哎，这黄龙点睛这个点的好，对，你说，哎，哎嘿，嘿，我跟你说这菜卖的绝对受欢迎啊，绝对地道，哎，一定要没有贵子，嗯，二白给我看着糊，别糊了啊，帮我炸，帮我捞，我就不洗手了。准备拿个盘子，好嘞，师傅。先好嘞，这盘漂亮。哎，用别的菜也能代替，可以，但是这个味道鲜美。看那个南方出的水芹菜，水芹菜，哎，配上萝卜，嘿，一定是变好了。这个在家里头简单易学又好吃，对，嘿，咱们又既有蔬菜，对，又有豆腐，对，是吧？又有鸡蛋，对，哎，多漂亮。素丸子有不规则啊，哎，然后里头有颗粒感，对，太细腻，是是是啊。如果说细腻之后倒对没口感了，你可以往里加什么瑶柱啊，瑶柱，对，柴米啊，对，那档次又高了，是吧？对，虾仁啊都可以，对，你可以演变很多东西，咱们讲的一百种，对，那么通过这一个菜我们去对煮出来，咱做出来，对，藕也可以啊，对对对。复杂意思啊，复杂啊，哎，复杂是最后一下定盆的，对，好，来了，出锅了。这菜啊，其实就是这么快，对，是吧？对，咱们在厨房里呢，对，给它那个切好，放那儿，对，随时拌，对，好，司令，老师，可以了，不用拿筷子，今天三叔啊，拿手，这样，小贝啊，你先，嗯。副厂长，你三叔做的菜有蔬菜的香气，又有鸡蛋的滋润，外焦里嫩，外焦里嫩，热吃好吃，凉吃好吃，而且做汤往里最后反窜完了，而且吃到那种小的时候味道了。来一口，好，这个菜呢，这个你三叔做这菜啊，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？嗯，花椒是北京最好的鸡，对，你看，哎，这混在这，别夸了，别夸我就累死了啊！好了，吃去吧。